睇占士邓肯终极战，成为45,000元。耶，做乜个个好似苦瓜干咁啊？肯定系马刺上场波大好形势底下喺加时输波，所以操练特别认真呢。普波域治咁紧张系有原因噶。自从总决赛转咗为2-3-2之后，四次打到去第七战分胜负，主队全部赢晒。但系见惯大场面嘅邓肯一於小李，话球队仍然有战斗力，备战工作不变。热火就相对轻松得多啦，谈笑风生啊！阿伦仲有时间同队友睇电视，仲笑到见牙唔见眼啊，似乎信心爆棚啊！詹士就话希望球队可以名留青史，言下之意即系对第七战志在必得啦。热火咪可以放心啦，但系要入场睇生死战有难度噃。事关门票俾人炒起啊，最贵啊，去到45,000元港币啊！相信唔少球迷听到呢一个价，真系宁愿喺屋企睇好过咯。